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好了，这一款《Temple of Shadows》，中文翻译是《暗影神殿》啊。那游戏没什么画面啊，没有什么图片，所以不知道在玩什么。只知道是忍者游戏。我们先跳过吧。好，结果是火影忍者啦，火影忍者。我大概有猜到是火影忍者啦，毕竟他写忍者嘛，然后又不敢放一些图片，然后也没有任何什么火影的介绍啊，因为是非授权啊，非授权游戏就是这样嘛，尽量低调。那我们帮他高调一下，也高调不了了。我的频道流量没有那么厉害啊，早就过了那个巅峰期啊。飙宅飙过去，现在半夜两点半还在飙车，三道猴子的一生。他就飙车，然后把那个把灭音器。消音器给改造改掉，然后就很吵这样，就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，这样有比较帅吗？我不觉得啊，可能在他们那个圈子觉得这样很帅吧。所以那个以后我这边还不是大马路，我这边是。不算省道啊，如果你家是住那种大马路旁边，我们外面是巷子嘛，然后在外面才是路啊，在外面飙车，所以说如果你是住那一种马路边的，应该被吵死。好，这个就是放置卡牌啦，火影忍者放置卡牌，有没有玩过？不知道，应该是没玩过吧，来来去去都很像啊。不知道这游戏50万啊，50万，应该出好一阵子了。就打开64位元，因为我平时是开32了，我刚开64位元，他有推荐嘛？他刚刚还有推荐一款，哇，我怎样都一直闪退，什么猎人，什么恶魔猎人，什么猎人。しぶといやつだったが、これで終わりだ。これで終わりだ。哦，猎人传说啊，换了3-4款模拟器，开启游戏就闪退，不能玩。那就算了，人家搞不好不让你用模拟器玩。好像别的人也有介绍吧，我就放弃。就是如果要什么游戏都要试玩到的话，我可能还要去买手机呀，然后把手用手机来玩啊，因为有些游戏它会限定你不能用模拟器，它侦测到你模拟器，有的会通知会警告。啊，这是试任务，然后解锁这个芭蕉扇神器，就是有的会通知说你的侦测到你用模拟器不让你用。那大部分就是不会通知，就直接跟你做，就直接闪退，你就不能玩。就遇到那一种每一款模拟器都不能玩，大概就是不能玩，不能用模拟器。好，猎人传说啊，这几天看到的，有兴趣的话自己去载来玩，我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，可能有别的 YouTube。有做过吧，毕竟试玩游戏蛮多人在弄的。以前我刚弄的时候几乎没有啊，不是没有，就只有几个而已啊。他的音乐有点火影，又有点不太像，大概是有变奏过吧。对啊，这个音乐有点变奏。不太像火影，
然后那个疫情发生之后，一堆人来做哇。以前疫情没有发生之前，我流量起色啊，往上爬、啊。然后疫情发生之后，一堆人来做，可能你的流量就分掉了吧，然后就往下走了，就没有了。今年蛮多那个百万网红都已经，对不对？都已经不做了、啊。那个什么这一群人那一群人，从来没看过，我真的没看过哎、欸。应该说是有代沟吧，代差吧。代差这种东西就是你跟他们年纪有差别的话，你可能就对他们没什么兴趣，就像年轻人对老人没兴趣了。你看老一辈的，以前都看那个诸葛亮啊，诸葛亮多老啊，可他人呢就是爱看啊，可是你不会想要看嘛，因为年龄层不一样。我们来养成一下吧。好，这是 Sasuke， 哦 Sasuke， 嗯 ，Hinata 日向雏田，少年篇的。然后这是 Naruto。啊 ，Naruto 没资源的。啊，外罗怎么讲啊？伽罗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特地研究外罗。我的 T 恤都是动漫 T 耶、欸，动漫 T 也就是我有外罗的 T 恤，然后也有佐助的 T 恤，然后还有鬼灭之刃的 T 恤，我好多动漫 T 哦、喔。都不是我买的啊，不要误会，都不是我买的，是人家买的不穿，全新的不穿就给我。应该说一大堆让我挑，我就挑几件比较低调的，颜色比较深的，我都挑黑色或是深蓝色。动漫 T 啊，就是有一些，有一些专门在卖 T 恤的、卖衣服的一些商城啊，他们有一些联名活动啊。就会联名哆啦 A 梦啊，或联名 Mickey Mouse 啊，或是联名漫威英雄啊，那些 T 恤我都有，还有变形金刚的也有，我都有，一大堆 T 恤，穿都穿不完，每年夏天都穿不完，全部拿出来丢在那边，然后都没时间穿，结果我都是穿那个背心，我是那个背心尊者啊。一拳超人里面的背心尊者，全部都穿背心，太热了，我都穿无袖的背心。T 恤我觉得好热啊。然后尤其你穿那个动漫 T 的话，如果你穿那个动漫 T 睡觉，前面它都有一些胶质嘛，有一些图案有没有？然后你那个睡觉的时候，胸口就会很热，还会流汗，所以也是挺麻烦的。哦，芭蕉扇还没好。好，打这个蜘蛛，斗术形态二型哦，还是三型？就那个阴人四人种哦，大蛇丸的部下，那个部下全部都是他的替身，全部都是他的那个容器，就是为了要永生的话，就是一直转身，也不算转身吧，就夺取人家的身体，跟人家融合，灵魂融合。他部下都愿意跟他融合了。好，那这边大部分的功能都还没开啊。这边是合成日向鳞翅金角，哇，好多角色哦。他这个还有木流忍欸，木流忍没看。然后这是雏田妈妈雏田。都还没开啊，招募开了啊。这种游戏通常啊，通常没有福利，通常没有。啊，普通、高级、友情啊，吼，基本的，因为这是换皮手游，换皮的那个放置手游，会有那个试任务，解锁那个仙器，招募是高级招募线。
这个我大概玩最多的就是火影忍者了吧，动漫 IP 的手游，有海贼嘛，然后还有火影忍者，最多就是两款。海贼我比较少玩，火影忍者玩比较多，因为火影我比较熟啊。海贼王有时候看到还不会想要玩欸，因为后面我就没看啦、后面那个海贼王后面没看啊。好，我们有这个芭蕉扇、然后再来是七星剑。好，我们可以带我们的卡卡西上阵一下。这个奇木卡卡西、然后那个小说我也是看最多的就是火影忍者吧。那个同人小说啊，就改编的，就是有一天穿越到火影世界，看你是从下人开始还是从哪里开始，不然当暗部啊，不然就当医疗忍者 啊，不然就是当那个宇智波一族啊的杂鱼啊，同人小说啊就改编的啦。好，昔日红，刚刚那个签到第二天好像是拿水影的赵美明，你看我都还记得啊，所以那个火影忍者很熟啊，角色都还记得。刚那个签到在这边吧，啊，登录忍界登录好礼，第二天送这个赵美明，这样已经算火辣了啦，在火影忍者的世界里面，御姐型的。下载好礼，然后充值。我刚录上一个游戏，疯狂的过敏，洗鼻涕流鼻水，然后赶快嗑那个过敏药。因为我现在是半夜时间，但是我今天有睡时，睡到一点，睡到半夜一点，这是什么生活作息呀、今天特别累啊，因为我。晚上跑去骑脚踏车，骑单车。这阵子应该说我蛮喜欢骑单车，但是有时候天气很冷啊，或是下雨啊，然后久而久之就没去。而且我们这个大楼，有些人就置物那个废弃，不是废弃物，一些杂物都放他门口啊，楼梯间，很危险。然后就一直有人检举，每次都检举，然后会好一阵子，然后过一阵子，那么又开始乱放了，每次都这样，真的是这样，这几年都这样。那些人的那个水准比较低，我们这一层没有人摆，外面完全没有人摆。以前只有我放脚踏车，因为他们的关系，我必须把脚踏车放地下室，放那个有停车位。那你这个出门就很麻烦啊，你要骑脚踏车出去的时候就很麻烦，你就还要去地下室牵车，就很不方便。所以可能今年要来买一个那个，我那个是折叠车啦，小折啦，但是已经很久没折了，要来买一个那个新的小折啊，最好是买那种纵向折叠车 Brompton 啊。Brompton 是那个小折界的 BMW 啊，还有 Body 啊，一台都五六万呢，好贵啊，买不起。一台小折竟然要五六万，哪买得起啊？哦，这边有那个属性啊、五种属性：水、火、风、光、暗。然后通灵兽还没开，恰克拉没开。不见开了，宇智波佐助 The Last， 真的假的？都是长大后了。宇智波班十尾祭品之力，艾奇拉比这个雷影他们兄弟，春演义忍者之路的妈妈级别，长大了。大同木一世，木流人，这个又虚佐能乎？说实在，这个角色蛮帅的啦，难怪这游戏可以50万下载量，而且名字故意取得很那个，很让人家不知道。
好，鬼鲛，干式鬼鲛，这边写干式鬼鲛。好，奈良鹿丸，干式鬼鲛，千手飞尖，二代狐影，春野樱，千手柱间初代狐影。就是他同一只忍者，他有好几个版本，有没有？这个版本角度怎么那么奇怪啊？上半身好大哦，嗯，角度不太一样。怎么返回啊？不会返回，返回在这找到了。这是水系的啦，然后火系的，然后还有这个风系的。好像不太一样哦。忍者真的超级多的，这游戏赚很大哦。什么时候被告啊？你们什么时候被告？我不知道，应该不会被告吧？他那个规避的那么夸张，图片没有，名字没有，然后游戏介绍内容也没有，没有任何相关火影忍者。我也是。开始玩才确定啊，才可以确定他真的是火影忍者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吧。这个换皮的火影忍者放置卡牌玩法就是这样啦，但是忍者人家超级多嘛，对对，忍者超级多啊，这边超级多忍者，很多我都还不认识耶、欸。后期的啦，后期的我比较不熟，因为后期漫画我看比较快。好，那就先玩到这边啦。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